kill. Be free to fight. You took Empire Beast. Grow up and wait. Should I eat? Despots will fall.居然学的 W 藏了一手啊，本来我这波应该能单杀的。 W 学的好，我的发，这就要越塔了，怎么越啊，我操，帮硬，这啊，这能越的，我一看他这个太硬了呀，这能越的，帮帮硬，我打了都不掉血的，我操，全线开花，那倒没有全线开花那么夸张，小优势而已。小心一点，没技能容易被抓。这也能 Q 到我。按了推，没事。这线我不跟他抢。想杀了哎，哦，没出去。加点小冰晶，都很极限，都是一丝血，我
没回家，坏了，不是像画了布隆的被动，被打晕了。哎呦，有配合。 真有人吗？真有人，这个线也得吃啊！在干嘛？ 你要死了呀！死了，等我回家出来再打也是 OK 的。 他直接走就行了，他非要回头去 Q 别人。
他窜出去了，没窜出去的话，他窜出去了，没窜出去可以省个闪。 出去了，没扑出去，我省个闪现。哥没蓝了，哥，咱不闹了啊，咱不闹了，咱不闹了，我没蓝了，兄弟。哎。 有点亏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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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点亏呀
他老是肿上去，不能乱肿啊！虽然老是肿不太好肿，兄弟。肿肿肿！肿他！坏了，这不快撤吧，快撤吧，这不稳，好多，哦，帅，哦，好大，哦，可惜，我被这个豹女给咬死了，我操，这波有点笨了，我想着急打不龙的，这奶了一口。这家伙输出有点高啊，人有点缺人了，肿的不是很好。很奇怪的是，我居然没有终结。雷欧娜的击杀，我们辅助有终结，我都没终结。这布隆有点肉啊，他给我挂个被动，我现在没韧性。选手做完才有韧性。这伊泽有点肥的，那不算了。算了算了，我操，人马帅啊，好开，我都以为这波要打输了，因为我们这几个白打了好多血。我的发大招补和血，
他把 EZ 给开回来了，我操，很快啊！ 没反应过来，厉害啊！应该追死。 跟着队友打前排就行了，非战定胜不容，交给我解决。暴君什么的，有闪现在。放了吧，放了吧，放了吧，随便。 马哥，你这老四有点……再A一下，没事，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，换了一个，尽力了，兄弟们，你们自己看着打，这没办法，四个人抓我。 哎呦完了，你跑一下，抓不住防图应该是。马哥太脆了呀！哦，帅。 你过强了，杀了两个，打了个闪，整体来说感觉还是亏的呀，大龙没了。
我们有六重啊，宝女也落单了。撤了吧，撤了吧，撤了吧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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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队友要操作，我是十分不推荐。小炮没闪，这波破完两路，理想状态下应该是等大龙了。小炮怎么跟昨天那个小炮一模一样？昨天那个小炮是昨天吧？我记得跳到你的脸上闹麻了，是不是昨天？有点一模一样，我操！只不过今天的小炮是对面的，昨天的小炮是我们家的。他们抓我不就一波了吗？他们为什么会抓我？抓不了我。我的感，原谅我人道的有点小慢。哎，我操！他拿到谁了？我去你的！泉水战神是吧？我操！不跟他玩了，拿错人了。我要啊那个小炮的，我扯啊到谁了？没事没事，还算是小小的发挥了一下作用啊。这把主 C 绝对的发条，我们绝对的主力发条哥，太猛了兄弟。